小哥哥，不要打我。我记得之前我这样子，然后被对方说你是不是开了变声器啊？哎，人家说你是不是人妖？烧酒了，我怎么了？我烧一口烧酒。听说飘月昨天打榜打到醉掉，对，打他们发疯打醉了，疯掉了已经。把大家想把大家所有人出来，晚上10点多约大家吃饭，一起打榜对吗？一大家一起打榜，一下打死打死打两下，大家去一边吃火锅一边打榜，这是我的箱子，一起啊，第100遍不睡啊。对的。我昨天还跟小涛说，我今天晚上不第100遍的天鹅睡起来了。100遍没有用。单曲循环的你知道吗？赵月，你是在飞机上又喝了吗？没有，你们两个都是。哎，你看赵月这个脸色，像是喝了。昨天的还在胃里，两个红晕。对，胃还在胃里，还没消化。我箱子放一个。原来这个包是你的呀！哇，原来这个包是你的呀！空气它已经变成了 Prada， 赵月，下面已经变湿透，你知道吗？超吗？超啊！超！哎，这个图修的不错，脸修的好小。对，脸修好小。是不是修比例了，小姐？对，我每次这样眼光，闭眼吹。赵月说他是全世界通用美貌。我昨天晚上说的不算。我昨天报的是全世界通用美颜，我在那个游戏里面对着别人说我是全世界通用美颜。大家看向你，你怎么回？我不知道，我终于在王者荣耀里跟人说你是全世界通用美颜。我这时候是很多人冲出来打你，打我，我长得可漂亮了。打我，我是全世界，也没有人信。别人打死我的时候，别人我就很难过，人家是不知道我有多漂亮吗？居然这样子打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对呀，你知道你打了个大美女吗？好可怕！他们默默地走掉了，互相吹捧的吗？打的时候好想拍麦跟他说不要打我，那人家就想打得更大力。对，要是个女，对方是个女孩子，打得更大力。小哥哥，不要打我。我记得之前我这样子，然后被对方说你是不是开了变声器啊？哎，人家说你是不是人妖？好，两条。咦，你在吃什么？豌豆出来好好吃。才发现啊，我小时候好像都是你们没有吃。姐，我不吃，我姐。我从来没吃过。我吃。刚才你不还说要去饭店吃饭吗？许阳，你说。赵月的。赵月的。赵月过分了吧？没事，我喝一口什么味道啊？这是什么味道啊？桃子味。不到场合酗酒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味道啊！对啊，很好喝，葡萄味，白兰地，这是果汁，不用担心。假的，就是果汁汽水，果汁不用担心。有，还这么大吗？然后陈琳为什么说赵月恶心？我没有说赵月恶心，赵月漂亮。赵月，你漂亮。他还让我们买小 CK， 你知道吗？那这样吗？今天早说恶心，还让我要买小 CK。哎，要是我给你买，那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何老师和丁伟，我们带两个。Barry， 我们来下步棋。又要 CK 了，我跟你说了，自己都是长大了，没有忙内穷，忙内没有这么高的经济基础，就只能靠打姐姐的问题，靠打姐姐姐能活着吗？继承姐姐们的财产。那你真的找错，那你真的找错人了。姐姐们比你还吝啬。T 姐真的是节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陈琳说你节省是好事吗？是好事。陈琳说你节省，陈琳都觉得我节省。我的天哪！我觉得你都觉得有很多 K。靠你这句话 ，P 姐给你买了小 CK。哇！不好意思，我记录下来喽。我搞不了。P 姐，放给我。
们买单，什么什么包包都可以。姐，姐，姐，你是我姐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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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我查一下，我这样给我买，我要算，我要脏脏，好厉害，脏脏包，脏脏包可以的，我家好姐，我就知道他不会买这些，我要买，我要选他会买，我家好姐。我把朋友最丧的情绪都走出来，怎么又丧了？赵月，赵月，赵月，我现在突然很丧。赵月，赵月碗里根本就囤不住火。没吃多少。陈琳老师是逢饭局必到，然后很安静的在那边安静的吃，很专注。都说陈琳是什么天鹅啊？陈琳是安静如鹅。一二三，不通啊！一二三，不通。